硫有四种同位素，也就是 S32 S33 S34 S36， 这个32 33 34 36皆为硫的质量数，则它们四个具有哪些相同性质？对于同位素而言，是原子序相同而质量数不同的原子。然而对于相同的同位素之间关系，有分成相同点跟相异点。相同地方为原子序，原子序一样表示质子数也一样，表示核外电子数也一样，而电子数是决定原子化性之所在。而不同地方为质量数，质量数不同而中子数为不同，因为中子数为质量数减掉原子序，与质量数不同，原子序相同，所以相减之后中子数也不同。然而质量又跟物性有关，因此这四个同位素有哪些相同性质呢？则答案为 A， 电子排列，电子排列是跟电子数是有相关的。还有 C 选项，也就是化性，以及 E 选项质子数，答案为 A、C、E。